OK 啦，今天的车人啊，我那先把你回收啦，然后你去买一些武器，然后待会看到人就把它车掉，这样。车人时间，人不少，人不少啊，你就可以问题是我刚刚在路上也很难看到人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被僵尸追啊，然后有一个看到我就一直跑，我还来不及喊救命，他就跑了。Why are you late? Why are you late? 开始升级车轮，车车时间，Yahoo! Killing time！哎，谁的声音？RC 组了五人团啊，可以接我们加入吗？如果你们新手，我可以先带你们玩，但是我没办法再等一下，我的团队人太多了啦，我怕等下就变成一党独大那种感觉就不好玩了。我觉得就是要分多几团，比如说五人团打六人团、七人团，然后大概三四个团这样对打，这样比较好玩啦。如果说你说十几个人全部的同一团，然后全部打那些一两只小猫就不好玩那你要玩护车基地的吗？了。我是觉得基地比较护车啊，就是大家约个地方嗯，车一约个下。西城什么城的，就是对没有，就是吧？可以车，就是不要把别人东西全部车光，就不是要杀人就不好了。要抄家灭族对啦！啊，就是杀人，然后杀爽这样子啊，杀爽登场这样子。然后奖品就是身上的光。对啊，就捡装就好了啦。如果说玩到就是车人家全家的话，我觉得到时候大家会玩不下去，就是全部一直把你车掉，你上线就把人家车了。那跟路子特一样，对啊，那我就去杀几只 NPC，然后买一堆 C4 把人家车掉就好了。可以买 C 宝，有 C4 可以买，我应该啦，应该是可以买。赛车，比赛车啊，我觉得就是看啊，我觉得礼拜，要不然明天我们来比赛车好了吧？明天我们来玩玩尬掐活动，就是从那个 C，怎么讲？Y 城还是哪个城？然后从最下面，然后一路开车开到北方这样，就那是那不个要找我，我可以公当路裁啊，判就好。我可以，哎，我可以做副座就好。就是要有一个，就是主驾不能带地图。然后也不能哦，带 GPS，然后就是有点像是玩拉力赛那种感觉，好像也不错。哦，还不错啊。对那啊，身上要配油吗？要配油吧，然后配两颗轮胎，然后大家车子坏掉还可以修。那可以越野互撞，赛对不对？就是可以互撞这样子，诶，在车上可以开枪吗好像不行，然后不行，没办法。？GTA 对啊哇，在上面开枪的 GTA，话，都可以有打，啊有像。有玩那么大吗？你们一定要玩那么大吗？更超你玩那刺么大，激我会的，怕好不好？反正大家身上都没带什么，就只带枪跟子弹，还有一罐水跟一个食物这样。这样玩的有点大 ，OK，我再稍微介绍一下，因为上次玩完之后，就是后来就没有介绍嘛。然后我们后来基地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我们盖了一个，就是稍微加热一下这个帐篷哦，我们弄了帐篷，有睡袋，然后屋顶还没盖好，最后这边要把这房子盖好了。然后围墙的话，我们大概已经围快差不多了。然后后门因为到时候等到这边盖个门啊，所以我们先用车子堵住，然后先堵一个门。然后停车场跟大门的话，目前只有我一点点，因为真的木材不够，因为木材不够，那时候不够，现在够了，现在够了。然后这个门是可以开关的，这样，然后之后我们会加一个像车库那样，对吧、啊？就是可以开关，车子可以开出来。不过现在这边漏洞还没补起来，之后我们再补，对吧、啊、？GTA，GTA Five，老皮，请玩 GTA，GTA 玩过了啦，GTA 玩过了。OK 啦，这个你先把它关起来。我怎么关？OK，车越来越多了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人也变多了，人现在蛮多的。先找些武器。Sky，诶、啊，你包包嘞？你不是要回来捡包包？你人在哪里？要问我吗？对啊，在一个有医院的地方。有医院，有很多地方都有医院啊。我看一下外面哦。你说西城跟一城的差别是在哪？会不会有人炸我全家啊？就不要吧。C 城跟 E 城的医院没有，，C 城医院，C 城西城的，跟一城的差别在哪里？一个是医院在教堂旁边，另外一个是医院在便利商店附近。旁边有一栋那个大楼，就是旁边有一栋那个公寓。哦，我的是在教堂隔壁，就是教堂隔壁的房子，隔壁那那条就街是一啊。层啊，就是一层。那我待会去接你，等我一下。OK。
升机被偷了。直升机我后来又再去弄一艘了，我现在弄到军用的。上次我们之前昨天拿回来是民用直升机，然后现在弄那台军用。这个设定太不符合常理了，僵尸不是怕十字架吗？恶魔躲在教堂，他还跑进来。那个僵尸是生化病毒了吧？我觉得，所以他当然不怕。没有枪可以拿，有枪我还有弹夹的吗？太酷了！弹夹一整排僵尸从红色走道进来上教堂。好啦，那我先过去接你，我先过去接你。有人跟我有人跟我去接吗？哦，跟你去了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先去把他送回来吧。那、啊、你的包包，我等下放在那个。有包包的东西吗？有包包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你说杀那个穿西装的公务员的话，就会有那个公事包嘛？对啊，公事包。那杀神父装的有什么十字架？应该没有吧？真假有吗？真假有吗？应该是满的吧？我没有捡到原油啊。军卡现在也有那个啦，军卡现在也拿回来了，走吧。三百哥嘞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另外一端呢、欸。真假的？哪一端？没关系，我们开过去找你就好了。在西城的左边呢、欸。西城左边。好了吗？可以村吧。飞了飞了。等等，有人跑我家，有人跑我们家了，有人跑我们家。我吧，是吗？那是吗？不是吧？我在登录。不是不是，有盗贼，有盗贼，打，有盗贼，有盗贼哦，在哪，在哪？在我们家里面，在我们家里面。那个应该盗贼吧？我从那个车门绕进去。对啊，盗贼没错，旁边还有。是不是消防局也是在那个旁边，教堂旁边？隔着栅栏打得到吗？打到，打到，打到！啊，啥？死了一个。应该还会有，应该还会有。你帮我守住那个右边入口。我往家里面前进。到底是 NPC 还是玩家？到底是 NPC？ 可是也有玩家啦，也有玩家会传那样子。我进来了，我没下。太嗨了，太嗨了。你按那个 ESC 啊，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啊，有那个最后一个键 ，ESC 后面最后一个键。对，你先回到大厅之后再重生就可以了。外面外墙有两个人，他躲在后面，对他躲在后面。直升机是你吗？不是，那不是我。你后面。哦。看到吗？打死他。中弹了吗？我没有中弹。是，还有人。开枪，哪里开枪？我不知道。右手边。正后方。正后方嘛。盗贼会入侵偷东西嘛？那他就是会杀人啊，他们会杀人。我看到了。死了。OK 啊。搞定。还有，来。反正打他车子，那个是谁？那个谁？我吧，我现在不打那个自己人啊！哦、那包包差点把他打死，还想打车子？你好，你也搞不清楚在都在打，因为差点把自己人打死了，还有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又突然听到枪声，以为你知道的，可是枪声不是我开的哦，不是啊，我在车隔壁。先把他尸体回收，不是吧？他身上有枪啊！你们看，能把枪把它放到那个车子里面，先把尸体回收吧。好、哦，这游戏好容易误杀，都还蛮容易误杀的、啊，动不动就打自己人。
也把那个 CD 五五零 ，CD 五五零跟，可是感觉好烂。SVD 耶、欸、，SVD 吗？哎、欸，我要。好，你捡。可是我包包满，我去把包包放飞机啊！你帮我把那个，算了，我等下再讲，等一下我也要跟着去，好不好？我把它放车子里面。不是吧？老兵，你的飒爽西装外套嘞，飒爽西装外套喷掉了。我死掉他就不知道他就不见了、啊。今天如果有的话，我再去捡好了，再去捡。来的 SVD 有放黑车哦。我有点觉得你们应该不用来救我。为什么？有时候老皮的背影好像人猿，没礼貌。明明就很可爱，好不好？草人哎、欸，灵芝草人，你知道吗？雪人绿色版灵芝草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灵芝，对啊，想当年叱咤风云的灵芝草人，就是在下我，就是在下。你有看过他长大的样子吗？啊，长大这样子啊？他长大不是变不可爱了吗？对啊，放黑车，后面还有一个、啊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外面吗？嗯，后面还有一个尸体。哎，谁在讲？僵尸，我是僵尸。啊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紧张。不是吧？我死了。你死掉了，没关系，你再复活。我刚捡到一个包过。我先把皮蒂也接回来。可是 SVD 没有弹药哎、欸，弹药是不是在身上？在我身上。等一下给你。那怎么知道自己在哪里啊？你看一下地标，然后我们带过去接。就海边啊，有个货柜屋，很多很多的货柜。大概是。我也不知道，大家只有一个哦。海边的港口嘛，对不对？港口是不是很长？没有哎、欸，这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放很多货柜啊，还有个大楼。谁可以帮我加个血？有人灵芝草人也太久了。补血吗？补血吗？对对对，是不是你刚打？老皮问一下那个，那为什么还要补血？还要补血？倒、欸、出来了，变成僵尸之外，以后还有救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就自杀就变回来了。所以僵尸也不能搭直升机，对不对？有了吗？不能搭。神器，我要去把所有罐头都干。补了吗？补了，满了。走了。上飞机了。营地怎么那么多车哦？因为我们人多啊，抢一堆车回来啊，跟我们这边变车展。老皮先造墙，没关系啊，不急啊，到时候再找。轮胎可以干嘛用啊？哎呦，盗贼出来了！盗贼出现了，上飞机了吗？等我一下，我也被踢出去了。你有没有重开游戏啊？你有没有重开游戏？我重开电脑好了。嗯，等我一下哦。你们先去吧。好 ，OK。他捡东西有没有什么快捷键之类的？没有，就是慢慢捡。按 G 键就是按 G 键可以打开包包，然后慢慢捡。搞屁哦！舒服。你现在有两把斧头了，你要把丢包包。哎，斧头很重要，斧头要带回来。对啊，你们在哪里？哦，我又进不去了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哦，对，你进去之后换我进不去了，真假？对啊，还是我先重登看看，还是你先重登？好，我重登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人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有些是那个 NPC， 不是吧？有些是 NPC， 有些玩家，你把他杀死啊！我可以跟他 say hello 吗？你可以直接用子弹跟他 say hello。Hello， 我比较建议就是直接用子弹跟他 say hello。可是我没有枪啊！哎、欸，这边好多物资哦，我可以下去砍他吗？可以啊。嗨，你好。他跟我说你好、欸，哎，好了，不要理他。杀了他！僵尸！啊！PD 要死了，上啦！皮卡丘！哎、欸，你在货柜屋那里吗？啊，对啊。你们在货柜屋啊？我跑到了，我跑过来了。啊，你们先汇合，你们先汇合。
我拖了一拖拉古的。进屋子就好了，进屋子就好了。我先找到他，感觉好像是因为他给好友之后就不能。对啊，我们先把你是不是他给我好友了，对不对？我套给你，对我有用。对啊，不要先不要按他给吧，他给就变这样。有水啊，好像已经没饮料了。有吧？今天去捡了。我身上有，身上有，刚好箱子有放一些，车子里面有放一些。看到，先带着，先带着。因为我啊，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就你不是有拍过那个什么啊？一层。对啊，你不是在屋顶上面，然后被很多僵尸追，然后要逃出去吗？在一层。Hello， 饿死啊！嗨，超小，是谁？是你们吗？你们有遇到一起吗？我遇到一个在空中跳，有这么帅在空中跳？好了没？好了没有？我要上飞机了，快了快了！我快了，我快了，快了！你要过来接我吗？对啊，我过去接你们啊。那我在屋顶上等你哦。好啊，来。旁边有铁轨啊，应该到哪里吧？在一层。游戏时间是到现实时间吗？如果说你不重开的话，它就是。白天、下午、晚上这样子，就是跟你时间是一比一这样子啊。如果说不是的，就是你没有重开的话，就是它会就是一直一比一下去，所以晚上就是一整个晚上都是黑夜这样，会变成是超级黑夜，super 黑夜。怎么重生在一个山旮旯角是怎样？山旮旯角就是几栋房子，然后周遭就是一整片的山。绑架用的真机，这还是我们自己后来找到的啦。快啊快啊，上飞机吧！啊啊，对了，老那个阿尔说，他早上有找到两个，一个小飞机，一个直升机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这下午不是跟你讲，还是不能上来。我觉得应该是你刚才他给我 friend 的关系。可是我已经登出关掉游戏了。那应该是你他给到我之后我就没。你上了吗？我上了。啊，我也上了。你先上啊。好，那我开了。好，相信我技术。老平，你知道山上有个古堡吗？我不知道那时候带我去啊。没有啊，我只是问一下，因为如果你知道，我这边好像可以上去。是不是随时可以加入吗？对，没错，是开二小时。在个大加油站。不知道拿斧头砍墙壁，墙壁会流血、啊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哎，我是一层吗？对不对？你在一层吗？两回合了吗？没有。在顶楼了。我现在望着码头，下面都是僵尸。你有看到一个人在跑啊？没有哎、欸。你在楼下吗？我看到你啊，你在上面啊。那你的右有看到我？我看到好多僵尸哦！我不会接你们啊！你后面有很多僵尸在追你耶。我知道，他是送给你的见面礼，真的啊？让你体验一下。可是我只有斧头啊！好了，你赶快上来，我用斧头砍爆他。我要加速了，速度很快啊！你要抓紧啊！会不会这一集我不知道、啊，因为我第一次开这么快，心急如焚。不会放。有一条直升机开始有点奇怪的声音了。你有奇怪的声音吗？有啊有啊。所以你真的让我带什么重要物？快上来！怎么三个人？那谁？路人吗？杀了他！对，后面有僵尸打。我操嘞！咬我！快跑！快跑！跑啊！不要直接跳下去哦！我赶快去接皮弟，心急如焚。恐怖哦！哎呦，他是我们的英雄，他在努力的奋战。快！斧头怎么不是想象中这么好用？你要移远一点啊！他距离可以砍远。斧头可以在室内用。哎，我死掉了！我嘞。噔，没关系啊，进来刚进来都是一种。对啊，正常。刚玩的，我刚玩那几天不知道十几次。对啊。啊，这没有办法救吗？
没办法救，死了就真的死。可是你应该没死吧？是晕倒而已吧？我昏了、啊。你右上角的那个 blood 是血是多少？血哪有血啊？哎、欸，我再往后退，我可以自己爬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两只，我看你现在看着。咦，天上有直升机？就我们啊，就我们啊。这是你吗？我有听到声音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就是我们啊。没看到直升机啊，见过。马上飞太高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跑下去了、啊。看到了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这白色的影子，那个死掉了，我死透了，对不对？我靠，在港口对不对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快到了，就趴地板上了。哦，我居然歪打正着，哎，太帅了。有人说为什么要飞太高？因为我飞太低的话会。如果说瞬间加速失控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挽救了。你往后爬，我把你下去啊。Oh my god， 是不是档案有问题？应该是吧，我没在时间。我不知道，上次也是这样，这次也是这样。BD 有玩吗 ？BD 有啊，坚信加入。那有看到我吗？过来。我在货柜区后面啊，货柜区后面。可是我一直昏倒哎、欸。我会救他，我会救你，我会救你。我身上有带那个啦，身上有带一些补包。所以一层的医院是不是外面还有个门？我们在工厂前面降落好了。能在屋顶上降落吗？屋顶上不行啊！你以为这什么？屋顶是有那么坚硬是不是？哇！僵尸穿墙了！你们说的工厂是不是？哦，我看到，在屋顶上降落了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在屋顶上降落。那我们在屋顶上看到。屋顶上那个不是我哦、oh, 那个是谁我那是你啊，下面那是你吗？我 OK 那他们两个人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刚瞎猫碰碰到死，然后就跑到这了。他们在屋顶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在屋顶上面啊，我看到下面有在跑啊。那是我啊，我懂哎，要看到我在包扎吗？我帮你包扎了。看到你啊，我在跟下面那个绕圈圈啊！我要下来了。我该把它抿下来啊！等下，这边好像不太适合降落。你要不要在后面一点的草地那边降落？后面草地吗？没有了。哎，现在上面安全对不对？这边好像有点太过狭窄。OK， 没事。在念咒语吗？差点就坠机，好不好？念咒语，这叫做求生的意志。等啊，到后面，到前面的草地再降落。前面草地啊！其实僵尸是太 OP 了、啊，他们会就爬梯子跟跑楼梯啊。哇，好太瞎了、啊！这种高智能哎、欸，没办法捡那个死掉人的尸体吗？可以啊，我要降了，你帮我看一下下面有东西哦、啊，有东西吗？你还在屋顶上吗？对啊，我现在都残血，然后这边 OK 啊，这边 OK 啊，帮我看一下，没关系，那你可以吗？唯一是不是？可以，接下来。我先前，往前。接下来。好 ，OK， 下了。拖、哦，把拖走啊！直接下飞机把那个僵尸清掉好了。好，我下了，下了。你有子弹吗？等下爬在楼梯中，僵尸会不会在楼梯中动？脸上遇难，加油，各位勇士们，大成功！你们停到哪了？我想外面。你先过来。整个嗨，嗨到不行。飞鹰计划这样哦。飞鹰计划。解救屋顶上遇难的那个伐木工人。哪来围墙旁边啊？你们在哪个屋顶啊？就是那个后面啊。你翻过那个水泥墙的就看到我们啊。我在那个货柜工厂的正对面那个大楼上屋顶，有没有？
反正先我来注意就好，我有消音的。好，那我先过去救他们。你帮我顾一下那个，顾一下房子。我身上有带一些药品。你们到我们这个城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鼻涕下次还是你还是晕倒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。你后面是一个僵尸吗？欸，我好像捡到那个自动打油的。但如果有了陌生人靠近飞机的话，你就把他枪杀了，没关系。好，不要让他靠近我们飞机。这种感觉好像喝酒醉哦，宿醉。你说对面那个大楼是不是？你有看到我吗？你有看到我吗？我在屋顶上面。我在移动，我在移动。你先过去那个水泥围墙后面啦，水泥围墙后面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。可是我现在不能下楼。我说那个，哎、欸，要怎么称呼？不然怎么称呼？天天啊，天天啊，对，天天啊，那个水泥围墙后面就是了，就是我们刚才降落的反方向另外一个地方。哪边啊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水泥屋顶，就是有水塔那边吗？很偏远呢。你有看到那个圆圆的那圆顶吗？有啊。那你们在圆顶的哪里啊？圆顶的后方。后方。可是我没看到你们啊！你不是说在我那时候拍第一集的时候那个地方？我听到枪声啊！可是我一直没看到。屋顶上怎么会有僵尸啊？有啦有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可是我没看到你们啊！肯定不同地方。你们是在哪里？你们是说我那时候第一集拍的那个地方吗？大完蛋了！是大楼吗？大楼啊。怎样的大佬？就是讲要讲详细一点啦、啊，你讲那么不详细。你有看到那个围墙旁边有很多货柜停放的地方吗？有。然后呢？然后货柜那个屋子正前面有个超大概五层楼的那个大楼吧。五层楼？我们这边应该不是一层啊。你是说 T E C 大楼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在 T E C 大楼。你先出来，先出来，先出来。正门啊。你从后门绕过来了，从后门绕过来，这边僵尸很多。后门后门，可乐捡一下。我看到你，看到你，看到你了。工具箱捡一下。没有，我没有工具箱吗？后面那边是工具箱。僵尸来，僵尸来。走啊走啊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。走啊，你后面僵尸来，僵尸来了。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我们一个一个回收，一个回收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用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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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僵尸来啦！对啊，我们困这边啊，他们应该去其他地方了吧？对啊。屋顶上的还活着吗？三百不是还在屋顶上吗？哪个屋顶啊？我不知道啊。皮弟在屋顶啊。我们应该不在城，我们在村啊。村？应该是在，因为我跑出来啊，这边不像是一层或是西层啊。嚯、哦！直升机有直升机有直升机，这边有直升机啊，小心啊！先上飞机吧。等一下，我真的，我先把东西放进去。啊，老皮，等一下。你们有没有坐标啊？我现在进不去了。啊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我怎么下飞机之后整个流血了？啊，流血！然后下飞机就流血。你有包扎？你有绷带吗？我有绷带，我有绷带，我带。没有，阿斯皮林。瞬间有两只僵尸，三只僵尸在旁边。不用不用，他不会打你，他不会打你。在机翼底下，僵尸打不到你。OK。我等一下，我把那个捡到的自动吸油的那个丢进去。OK， 你弄完再跟我讲一下。快！汽油桶。所以找到我了吗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就是屋顶上啊。不是跟另外一个会合了？哪一个城？就刚才跟他在还在啊，我没有死掉啊。我们在海岸线旁边。我上了，我上去了。有港口吗？上屋顶上有僵尸的、啊，很多铁轨。有铁轨啊，有货柜啊，很多吗、啊？没有吧？没有。还有码头吗？
我们那货柜的地方就只有货柜而已，然后建筑在很远的地方。OK， 没关系，我先过去看看好了。多看点吃货一下。西油面。先过去看看，先过去看看。为什么直升机的那个引擎坏掉了、啊？引擎坏了，是僵尸打的吧？僵尸打的、啊，这太夸张了。可是我看到后面那个机翼好像有点问题。啊，没事，你降落的降太大力，有可能。哎、欸，僵尸打的快残局啊！还会这样影响到？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吗？有听到的话跟我讲一下。下面有人，那个是我啊，带着僵尸跑啊，那是我啊，还在跑，在后柜屋旁边吧，对，很多后柜啊，我刚刚你在上面啊，没有，先过去了，有的飞机屁股跳高高，对啊，要有往前倾，让飞机才可以往前飞啊。不然你飞机要怎么飞？哇，好多人呢！回去可能要把那个吧，要把那个直升机修一下。这边有直升机，直升机好多、哦。NPC 吗？应该是 NPC 吧。他会不会攻击你？有点危险。我们今天下午被 NPC 的直升机打到，整个超惨。那下午你们是开这台直升机出去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们下午是开车子，我们有一台车整个在那边抛锚掉了，因为被敌方直升机扫射，扫到整个动不了。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。货柜，我没看到货柜啊。真的没听到吗？我再飞一趟，你听听看啊。你天空上看不到货柜啊，因为它货柜是在那个屋顶底下，然后还有好几个货柜。我怎么知道你们哪边啊？太笼统了啦！你过来看我一幕嘛。好啦，等一下、喔，我先盘旋一下，你们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打我。我回来了。刚才来的地方吗？对啊，下面有一个我们的队友在跑啊。就是我、啊。你不要过去，你不要过去，那边屋顶前面有僵尸的，有僵尸在那边啊。对，其实他的包装背面有标志，有标志、啊。那台直升机在攻击别人呢、欸。啊，对啊，他不看英文。后面有写 beam 或者是 powder， 还有勾选。我怎么会知道你们哪里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？那直升机应该 OK 吧？那他没攻击到别人吗？对啊，攻击地面的。是啊，那没差，不要打我们就好了。这里应该在。我知道你们哪里了啦，你们应该在这边啦。西城左边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应该在另外一个方向，很远很远很远。那我要自杀了。等一下，不用，这里吧。看一下，我是快死了。我先确认一下方向啊。大概在这个位置啊，在这个位置，大概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他们在这边的大楼吧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。你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死。为什么？流血吗？啊！而且我跑到已经快口渴了。那我乱跑。我想吃拖走啊，不然刚才全部都在屋顶上面。勇者把僵尸都引走了。我去找你好了，你要吧？好多只哦！哦，谁在这里？吓死我 ！Oh my god！ 哦、oh ，好久没见，需要一个强大的石矿主救。石矿主，你知道离我们多远吗？你猜，距离大概多远？应该很远吧？应该在地图的左边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地图而已。最右边，我们在最右边啊，大概10公里吧。
开车大概要四十分钟吧。不过开车的话四十分钟啊，开飞机大概三分钟左右啊。等我一下。海猫为什么没有玩？我本来拉海猫啊，可是海猫没有要讲，他现在目前没有了，但大家到时候会讲。就是用斧头砍僵尸，要砍几刀才会死？一刀砍头一刀，你要按 shoot， 然后拉一点距离打，要拉打战术啊，会不会拉打？拉打战术，这雾也太浓了吧？因为你飞太高了啦。是吗？你已经离刚刚那台 NPC 的高度高很多。是啊，因为我怕坠机嘛。要一个怕坠机的男人，他就只能开那么高。我有个选项是出去，然后可是它是两个箭头，那怎么意思？不要按，你按了你就真的出去了。那如果可以开到，可以切换到机枪那里。啊，对了，工具箱哎。啊，糟糕！我想说油罐却啊在那个老兵身上。太高会失速哦，不会吧？我就拉个平衡距离就好了。风越塞越多哎、欸！靠，有人对我开枪哎、欸！跑啊跑啊！中枪了！为什么你被杀了？被开枪哎、欸！是谁杀你 ？NPC 吗？还是玩家？你让你一直跑，你看。所以有敌人在楼下哦。是 NPC 还是玩家？看到我被这个对面是那个 PD 吗？对啊。我就在那个货柜的旁边跑。哎，我中弹了！我要死了！你也死了？对啊，我们才刚到，你们就死了！完蛋了，我们被逗留太久了。你看，有人在楼下杀我，是不是开实况啊？开实况啊？不是啊，你开实况。也看不到他，看不到 PD 的啊。可是他听得到我们声音啊。你看，你哥都分不出来你在哪里了。那现在杀我，真正怎么会知道？黑鹰计划失败了。你们在哪里啦？你们先复活，你们先复活啦！你们都死了。等一下啊，就红鹰计划，红鹰海底。对啊。红鹰海底。。哦，看先被其他的。那个玩家也杀死，没关系，等我们去交易所看他的 ID 啊，把他杀死。因为昨天我也被杀、啊，前天被杀、啊。他到现在还忘记看名字，我还忘记看。我每天上线都很忙碌。我要玩女角啦，玩女角了。没有用，玩女角一样会死。我就是女角，可以告诉你，玩女角一样会死。哎、欸，我应该在有吊臂的那个是一层吧？哎、欸，我也在吊臂那边哎、欸。你们在一层啊？你在吊臂的右侧还是左侧啊 ？Oh my god， 你在吗？我知道那边很多。好、哦，我在啊。哎、欸，你会带我到那？我要去弄、那個。那我们去吊臂那边找你哦、喔。你们不要再乱死了，找地方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躲那边，然后再也不要出来了。可是我不告诉你方位，你就找不到我们啊。啊，我要去跟他会合。你就这，然后就说我们说，哎、欸，我们来了，然后你再出来，不要再死。我好不容易到你的目的地，就你们两个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是被开枪射死哎、欸。暗凶暗地，没办法。几枪嘛、啊？我的残血被打两枪，我就死了。你们的任务就是不要死，等待救下去。哎、欸，你在车上了。好、哦，你要去哪里？带我到04000070那边。好、哦，我不会录。还是我开，然后你到。金钱会咬人吗？对。金钱会咬人吗？啊，你来看。就在后面。好。哦，动物吗？对啊，动物啊。动物应该不会吧？等一下，我把那个金钱给。我们还有油吗？在吊臂呢？油还是油？我在那个吊臂的码头上面。有吊臂的码头就是西城跟一城，对不对？很长很长的码头，而且有两个。我先游到那个荒岛上面好了。先看那个危机啊，说变僵尸的时候，你可以吃玩家的尸体。对啊，可以吃玩家尸体。然后吃罐头，好像都会把罐头给干掉。
这么帅。然后不是有那种不具名的罐头吗？嗯。那如果人家吃了没有其他罐头可以吃，吃不具名罐头就会一直扣钱。因为我之前吃过，太机车了，一次扣10滴这样，满地制造垃圾。不行啊，我们不能返航啊，我们要把皮皮团回收。你们有人会合了吗？等一下，如果下飞机的话，你们俩，你现在身上有枪吗？今天？你说我吗？没有，没枪。我有一支消音的手枪，可是没子弹。包包里面是有枪吗？好像还是没有。我可以看你们包包吗？应该是现在。你包包我放飞机啊。问题是我现在也开不到包包啊。下车捡嘛。然后下车就下飞机之后，你在那附近搜索，看到人的话就攻击他们，就直接打了。刚、okay. 才我刚才有观众说他拿那个 SVD 瞄耳头啊。我说你这也太扯了吧！我那边救人，你在那边杀人。他瞄你的头，他没打你。一定又死掉了。他没打我啊，不过我觉得很危险啊，我觉得很危险。是啊，哦，太危险。我是弟弟。各位观众，不要乱瞄人家的头。欸，西朗哦，我们这边人很多，我们后面还有四五个坐在后面的机箱里面。维修任务艰难，因为我开飞机技术没那么好，应该早叫阿尔过来开来。对，可是我就刚刚出去买宵夜，帮我弟买宵夜。所以你回来吗？哎呀，我刚回来，我现在在收瓜，不是，我现在回收，看那个还在不在。早上看到一个。你是想要介绍宵夜文吗？啊，你要po宵夜我就对了。对啊，昨天有人介绍大豆干啊，然后还给他取个很长的名字叫“我只是买个大豆干东西而已”，麦当劳买的东西。这什么游戏？这叫 JD 啊，这游戏叫 JD。好像每次都要回答一次。对啊，回答很多。也有一艘船诶，船要怎么开走啊？哦，上去有个方向盘，然后滚到方向盘那个方向盘的时候，你的有一个手指是点着方向盘，再按滑鼠左键。开船很简单，你那上面有机枪吗？就跟开飞机一样简单。那我告诉你，教你一个方法，你把船开到前滩上面，然后去拖一堆僵尸，然后移到前滩，然后你就上去。哎、欸，问题是我要找的那个键的、okay, okay. 然后就可以杀一堆僵尸。现在收起来，看看支架的状况。Tank 连不上伺服器了，你要。重开一下，或者说把那个对那个 Daily Command 重开吧，不然重开游戏看看。因为正常来讲，应该是连着连得上啊，连不上的话，那就很奇怪。因为烧船没有机枪，只有那个，就是民用船啊。是黑色的船吗？没有，是。那好吧，那你就开到海中间就不会被打。我觉得我上那个，怎么到一层？怎么到一层了？剩下一点多公里而已。油还剩下3/4才够。你们打我就开船绕跑。好了 ，Oh my god， 你可以先开车回去，我在附近再找一下。OK。要到了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哪里有船？我闻到。这是油品。我听到那个飞机的声音了。哦，那应该找到了。有看到我在海上吗？我在开着。我还没看到，我现在整个荧幕是那个。他已经快飞到月球去了，好不好？我都飞超高的了。看着下面整片白色的。开多高啊？你不要去当海贼啦！你看到了吗？不是，我这边啊，我找到我要的东西了。哦。大家伙，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在那个。啊，三百哥呢？三百哥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在哪里啊？没有。有看到那个吗？吊臂旁边有一艘船吗？我连吊臂都看不到，哪里叫哪里吊？我看到那了。三百哥应该在 C 层吧？大吊臂在 C 层。我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了。我又是那个吧？有看到你们了啦。好、哦，那我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你自己过来，自己过来，因为这飞机不好停啊。往的右边开啦。你自己过来，你们坐船。不会开船。没有开船跟很简单，就前进后退，然后还有个方法就是你的滑鼠，对不对？它中间不是有一个绿色的点吗？你把滑鼠的点移到右边，然后再往前，它就会往右转。那你要往前的话，就直接把滑鼠的鼠标移在并在中间就好。
OK。那你找个浅滩，就可以直接那个船会有点冲上岸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下船。好，飞机不要停哦，继续开，继续开。下去哦。我们下去哦。找掩护，找掩护，找掩体，找掩体，找掩体。因为这附近，他们说这附近有些玩家他们在聚集了。我来打。僵尸交给我处理。搜索一下。哦，僵尸。好，我们等你过来哦，赶快，我们不要等太久。反正僵尸也太隔太久才死掉了。哇，好开心哦！我终于找到我的包包了。小心哦。好啊，一人守一个方向吧，我守那个教堂那个方向。啊，这游戏可以存点吗？就是死掉的话。没有这种系统。没那么高级哦。有人说用 RPG 锁定我的飞机，你走开啦。每次停在哪里？那个什么核电厂旁边哦。旁边。核电厂那边吗？欸，我是把我枪给丢到地上，为什么找不到我的枪？先捡起来。我没有看到直升机啊！你不要害我们停留太久，等下被灭团。老皮，你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开大车来那个04070这边一下？你待会把坐标报给我，我先想办法回收他们两个人。OK。然后把油桶带来啊，帮我带油桶过来。好，我得在这边等。直升机。那直升机中风了。小心哦，他们赶快对我们扫机枪啊，小心一点。我看到直升机了。你再继续开。你们有发动直升机吗？我们现在直升机关的。我跑过来了，很多僵尸哦。快！我要上去了！走！上飞机！快点进去啊！300个嘞！你们现在在哪？奇怪，不会，我又上不去咯。那怎么上飞机？按滑鼠滚轮，然后滚那个。老皮，要不要先下一下？我先下。先上，你们先上。OK， 上了吗？我没上。看不到我自己。你按那个 Enter 键，你还没上啊？上，快！嗯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的。你先下来。上了吗？上去了。可是我。妹。三百哥应该在西城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吧，因为我有那个黄色大道 V 的，对不对？黄色的吗？黄色的，对啊。可是我的枪不见了。没关系啊。现在躲在一个建筑物里面。你的吊臂是什么颜色的？我吊臂。对啊。好，老平，等一下，麻烦带防护。黑色的吧，还是蓝色的？蓝色在带人吗？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？可以啊，后面可以坐。你有看到后面吗？我在后面。嗨。奇怪，不是应该？我不要求带人。你是坐副座嘛？那你都看不到。你不要动啊！我跑过去看一下。有听到声音吗？呀，建筑里面。因为前面三个，后面好像一个机枪手，一个瞄观测手，然后一个也可以。因为我们两个，你们两个一下死来死去，我们这样接也就花一个小时了。加油啊，两位！老皮司机，为什么尾翼不会动？喵！等一下，你们带个大空间的东西过来，因为我怕灯掉。OK， 你是装什么东西？嗯？你拿什么东西？我现在坐在飞机上。
飞机上哦，弄飞机是不是？嗯，特大号的那一个。我们像车人呢、欸，我们像今天车不到人的吧？问题是我现在左边的机翼被树木挡住。这加可以要把树砍倒吗？对，可能需要。然后我担心的是，因为我这边没有状态图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哪边损坏，也没办法修，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修。没办法 check 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是说早上看到那一台？对，早上看到那一台。机油要去哪里加？机油的话，去加油站捞啊，或者是去弄油罐车啊。它是有油罐车可以抢，但是基本上油罐车很难修啦，很难修，不好，太好修。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去那个加油站捞油这样。我好想点机枪哦，可以吗？点啊，可是也没子弹啊。是我其实是怕说，我点机枪会直接掉下去。他不理我，没反应。哦，这座岛也好大哦，很大，真的很大。What the hell？ 西城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吧。嗯，奇怪，尾翼没有在动，糟糕了。可不可以帮我背一下那个 S A S A R D A D N A 一二三？他那边又那边乱搞，把它变掉了。妙了，我这台可能不能飞。S A R D A N 一二三，把它变掉吧。绿色的那个字。哦，我看到。在那边。直接被那种像那种直接被永久了，那种都不用管它，直接被永久的。哪边在呛哦？没有啊，就是有些外国人会不会过来呛？那、哦、你都释放主义，不要释放讲什么？他以为我不懂英文啊，可是其实我看得懂。其实我刚只注意看名字，我没有注意他讲。这可以跳机吗？哎、欸，我也想试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我决定把第一次尝试的那个荣耀让给你。不要跳机好吗？信仰之钥。你想不要？你别跳机，我再花，我再多花半小时去回收你。你想知道是哪个选项吗？他没有降落伞，跳下去好像没救。哎，还有公里，我先把它关掉好了，不用手动飞了。这家不哦，对啊，我自己可以砍哦。突然想，我们现在是接人嘛？对啊，我们现在接人啊，就是哇，海好大哦！你们不要再学了，不要再学了。如果说战斗死掉的话，我还可以，我觉得还 OK。你们是直接莫名其妙的死法，我觉得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大有听到我们声音吗？上一个，我在建筑里面先躲着。下来了，是靠近港口吗？去尿个尿，看到吗？你先找地方降落，我再过去找你。我知道你在哪里。你知道我在哪边吗？知道吗？这边有围墙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确定吗？你再往前一点，我先找地方了，那边有围墙啊。我去空地那边降落哦。好啊，我往里面跑一点点。观众已经在说，不要再救人了。他说今天都很安静。好吧，如果不行我也认。刚刚把那个弄好，看能不能飞。你不懂我们去砍木头吗？我已经砍好了，我刚才想起来我有那个。我下面有电线杆。我看到，这边不好停。停在那个马路上。就前面那个地方啊、哦，前面那个地方啊、哦，马路那边。其
去看一下你在哪里。好难开哦。我要先解释。我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了。然后叫阿尔载我。开飞机我还在练习啊，超难的。我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起飞。快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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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吗？你现在停到哪里了？那不是僵尸啊！僵尸啊！快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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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车扁他哦！啊，毙了吧毙了！为什么被打到了？神奇了！为什么被打到？我扣血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包，我帮你包。哎、欸，我会包，我自己包，自己包，自己包。他什么都没有，好烂哦、啊。你们停在哪里？停在那个、啊、路上面啊。你们看到一个废工厂，那个废工地，我在黄色吊臂那边啊。你刚不是看到我们吗？等我一下啊，在路上。你有看到我们了吗？确实看到了吗？有包包哎、欸。知道黄色吊臂哪里啊？我看到黄色吊臂。红色吊臂到你到那边就看到我们了、啊。真的？僵尸啊！僵尸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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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僵尸来了啦！红色那个怎么？那女的是谁啊？那么淡定呢、啊？我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有你们罩着、啊。那是谁？那谁？那你吗？那你吗？我，那是我，那是我。僵尸什么都浮云。过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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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我要起飞了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啊！不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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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不能穿僵尸的装备吗？不能。你们先上，你们先上，你们先上，上好了吗？上好了吗？我要上飞机喽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后面有一票，后面有一票了。谁 ？OK， 好了吗？你们好了没？赶快上，赶快上！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！都上了，都上了，都上了吗？上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为什么直升那个什么僵尸不会靠近直升机？啊，好了，我总算挑好地方了。挑好了，那等下我们，等下换我们攻击接你吗？哎、欸，帮我那个啦，我需要补充一点油料啊。小我飞能不能就靠这个油飞到那边？因为这个，我这个只能降在某个机场。我不知道它尾翼到底有没有用，我没看到它升起来。终于到家了，终于！这边离我们家很近吗？有点很远，5公里。嗯，这边的1公里就真的是现实世界的大概1公里那种比例吧，1:1。所以你这边你要走1公里，大概就是你跑1公里那种感觉。有人开车回家吗？有人回家吗？看一下，你先锁定他，先锁定他。如果不是我们人，就把他打死。我这边加一点，我有危险。颜色的车啊！我刚刚那个是 E 还是 C 啊？你那是 C 城啊！你们等一下看谁能够开军卡过来。C 城男孩 ，CCT Boy，CTC， 我杀了他 ，CC Boy。我们家又多一辆车了。军卡哦，而军卡那边都木头哎。哎，他那个空间还够，帮我放，我需要放点东西。哦，因为我需要把我全身的家当都放上去，不然我剩大概30个左右。哎、欸，武器要一个嘛，武器要10个啊。啊，反正不是，这我不重开应该没关系，我都放背包了。怎么了？你要试开飞机啊、哦？哎、欸，我要试看看这台到底能不能飞。没关系，我们过去接你，我们已经快到家了。Double Q， 怎么了？我杀了2个人，是玩家吗？还是玩家？他一个在车上，一个在车下，然后我把车上的司机杀死后，然后我冲上车，
然后把另外一个人给撞死了。你是在哪边杀他？在我们家吗？我们家，我们家门口，我们现在又多一辆车了。干嘛？他来我家干嘛？偷东西哦，攻击我。SNSD。